网络即时报要来关心的是台北帝王现在换人坐坐看了，而进一步要来看看这两边比一比啊，这101现在每一瓶是502万，打败了这台北车站这边每一瓶要495万，也因此现在台北帝王已经换人坐坐看，也象征着信义区现在可能是越来越繁华咯。更多新闻稍请继续锁定中天新闻。